杀了怀着孕的渔妇，而且还拒上县署受审，此等恶霸难道不该处置吗？那渔妇不过是奴而已，难道也要治罪吗？列位大人，如今你们吃的喝的是谁人给你们做的？你们现在站于大殿之上，养尊处优，若是没有奴，诸位就会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了吧。哼，这奴啊原本就该伺候我们，否则我等何必再圈养他们呢？就是，你们圈养了奴，那我问你，请问你会种田吗？你会盖房子吗？到底是你们养了奴，还是奴养了你们？同人不同命，自古皆然。是谁规定的同人不同命？你们整日对奴呼来唤去，你们可曾想过，那些奴和我们一样，同是存活于这世上之人，他们也有生老病死，他们也有父母兄弟。我们的命是命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如果他们的命不是命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们的命又是什么？这个